间袂歹呢，咱来试这间好无？卖这间拢卖男性用品呢。我要买物件拢买好啊，我嘛想要替拣一寡物件。替我拣物件？唔免啦，我不欠啥物件啦。哦，你这就无情趣呢。我要买零件送你，你应该感觉足欢喜啊。哦，对哦。哎，歹势啦，我个性哦，就欠一点点啊浪漫钱。好，那么我重新来一遍。嗯，哎、嗯欸，这个袂歹呢，我要买礼物送你好吗？清新，哇，真正就好个呢，我女朋友要买礼物送我，我真正就感动个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买物件够啊浮夸，稍等我去内面哦，我着，这，我买，其他拢阿包起来。我女朋友买单。好啊，我就看卖你是不是有跟我抢主角的魄力。好啊，想惊想，呀。哎、欸，这条袂歹呢，你要试看卖吗？好啊。我介意这条领带，咱品味无同，你介意的我就无介意啊。有你啊，啊，你哪会来买男士用品啊？万条我唔是去红关啊，你是咧买我啥？对吼，超越是江崇仁的早孙啊，我靠崇仁的关系，那是无想要跟黄爷爷落去。我就要不露痕迹宣告我的地位，阁袂当予穷人怪我。安尼，毋着拄啊好会当利用超越。全世界哦，有一半的人口是查甫的，敢讲着只有阮爸是查甫的，我袂当有其他的朋友哦。我想要买礼物送予阮朋友，敢讲这嘛要向你解释？超越无这意思啦，那么你慢慢紧，这动作那无小度掉。我感觉这条真正适合你，来试看卖。来。这条真适合我的朋友，我要买啊，恁紧白条。这条真见人噶，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，你确定你爱这条？当然嘛是见人啊。啊，若无警告哦，你讲这话嘛真好笑。卖出全世界哦，除了陈文耀是人以外，其他拢不是人。超越，不要紧啦，那迄条当买，赶紧拔掉。就是讲啊，你卖看我改什么物件哦，你条哥伊要跟我抢，东施效颦，你想要额外品味哦。请。啊，你这么有品味，无你倒倒紧哦。小姐，麻烦。要紧，紧不掉。来，阿公。哎哦。子彤，早两穿好，进来吃哦。就过来。嗯。看你哦，这样体贴。我是在足放心的，将阮子彤交予你。阿公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呢。你是看我大汉的，啊我有偌体贴，你是比上阮搁较清楚好无？你即摆是咧食醋哟？是头派。哎，子彤，紧坐来吃。无你一套早画甲安尼匹配叫，我叫是你是揣啥物好料的，结果敢若是新洲小菜鸟。啊，你毋是以前拢无咧经济啊？嘿，子彤啊，啊人一套早从早顿传便便，
你是在嫌啥啊？无啦，阿公，人就较介意食西式早餐嘛。啊？你是当时爱食遐呀？可再讲啊，你住伫遮嘛有一段时间啊，啊，你若真正爱食啥，嘛爱小顾有一下阿公的口味甲身体啊，你是嘛讲过嘛？这个中军真正有够烦的呢。知啊，阿公的健康当然嘛爱讲嘛。无啦，其实咯是在笑为难恁遮的少年人啊啦。啊，要食啥物件吼，快配合我这老伙啊。对了对了，志同啊，我平常时食迄个固肾迄羹的迄个营养食品，放在倒啊？啥物固肾迄羹营养食品啊？无啦。我平常时，我咧食饭了，要食迄个啊，啊，平我若袂记，你阁会提醒我。啊，我嘛样样袂记你啊啦。啊，讲，这啦，这是大家拢爱食的，你看，连我嘛样袂记啊。子龙，你要是卖记的呢？虽然讲这是营养食品，啊，不过对阿公降低胆固醇做帮助的，而且吼，阿公，你胃肚啊，就一直凉凉凉凉凉凉到即马，无你是凉煞未啊？你根本就是咧针对我嘛？无啊，我只是想要提醒你尔。志同啊，你飞机那大，你一张无困饱的话。应该是啊，飞机我嘛无啥胃口，无我先来去上班啦。我送你啦。免，你陪阿公食早顿就好啊啦。我跟真正真娘怎么样？别，哎呀，别啦，来，这。你讲，你真好，可怜啊！啊，自从啊，上过无用啊啦，吼，压力哦比较较大啦，啊。也唔过自从我香港回来了，我规样嘛怪怪，卖讲洗浴花啊，但连甲我讲电话，迄听起来我拢会感觉伊对我足无耐性的。我讲，你讲，自从是不是已经开始对我亚神了？哎，这。别啦！哎，我想你卖想啊多啦，啊你志同哦，伊即摆哦，这事业愈做愈大，啊你看啦，哎呀，逐工透早早早就出门哦，啊到暗时啊，伊才转来，你看啦，参我哦，甲说完啦，要甲伊讲一句话哦，拢真困难。啊，搁再讲啊，恁都得要结婚啦嘛。你就是伊啊，相亲的人，啊，伊自然啊会对你起性地嘛，你就当作这是第一笔的负担，哦。阿公，我当然嘛尽量去安尼想，也唔过以前阮是同我尔啊无用，也是压力有偌大，伊拢唔捌安尼对我歹声嗽，伊即几工煞向规人怪怪。无吼，你就归去安尼，你就吼另外换一个方式吼来关心伊。哎，我想跟你讲哦，你那是因为啊，这子通的情绪安尼起起落落，你就要将伊放下，我也就无欢喜哦。阿公，我哪有可能将伊放下啦？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想办法关心子通，绝对无你烦恼啦。你怎啊？无啦，别想来食饭啊！进前甲凯宏做伙的时阵，我就听过伊甲林子通常常去打壁球。
我才专工去学的呢。结果呢，家做会了，一届拢无带我去拍过。彼时阵，我阁叫是讲伊是体贴我，顾虑到我的情绪。想知影伊竟然，你想知影？家做会听伊讲话，真正足无聊的。家把因做会没有一秒钟啊！我拢用尽全部的力量，要控制我家己的情绪，卖大声干嘛？啊，若无，我真正足想要大声甲伊骂讲，你真正是一个卑鄙的查某人，你想要离我较远的，我看到你我就倒断。看到我就倒断，卖我想较远嘞，食较歹啊你！你这个天生下贱的笨手，一看到我有林子彤的外表，尿你就出来。还不是看卖嘞，家己敢那剩一个手尔，根本就无在条拍球。鬼头壳的，敢那想要甲林子彤重温旧梦。等下就看我要安怎创治。较早子彤上爱跟我来这拍壁球，后来我拢因为现实的拖我，就毋捌过来过啊。想袂到伊今仔约我来这，敢讲子彤对我也够尴尬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你之前上怀疑上怀个遮尔深。而且人即马身有命，中军啊！了解我，你莫跟我别乱想好吧？人只是带两百万过去的征婚，才对你小火脸盆啊！你啊！海姐，我伫倒。不要紧啊，我嘛打来尔。是讲足久无拍球啊，当然要袂记要安怎拍。不要紧啊，我用多少努力。袂歹嘛，阁会当讲双笑。好啊，咱来开始拍球。